今天教你做一个向阳花蛋糕，特别简单，特别容易学，一看就会哦。看完了你肯定能学会。来，我教你用个小抹刀搞一搞，磨一磨，这个奶油不要打太老了，这样做出来特别光泽亮，光泽度很好，特别丝滑。一个小抹刀抹一抹，此款小抹刀点开下方链接就能买到，做蛋糕特别常用的，特别好用，特别简单，特别实用哦。这款抹刀点开下方链接就能买哦。再弄个小花花，黄色的花，黄色还是橙色呢，我又不知道什么颜色，上面再搞个黑色的脸，脸小娃娃脸。学会这款蛋糕，大师都会夸你厉害哦，太厉害了，太哇塞了。你老公都会夸你哦，太厉害了哦。喜欢的话点个小红心呗，感谢大家支持，拜拜。